全球的观众朋友，大家好，欢迎收看《刺激新闻深度报道》，我是叶秉伦。今天早上在开始当中，上人告诉我们，天盖之下，地在之上，最重要的就是中间的人间。如何让人间真正成为净土？其实最重要的就是在一切唯心造。所以一念的动念，其实很可怕。如果稍有偏差，就会造成无法弥补的伤亡，以及呢人天永隔的悲剧跟遗憾。比如说，当我们放眼天下来看看，在国际之间，就有许许多多这样子的一个见证，包括在埃及已经持续以来好久的这个大型的民众的这个示威抗议，现在是越演越烈，尤其是在三天前8月14号的时候，那大量的军警武装车这样子的上街头去大规模的镇压，造成这个600多人的一个往生，还有3700多人的受伤。那在两天后，8月16号，尽管是街头是宵禁的，是紧急状态的，但是呢，在穆斯林兄弟会的一个呼吁之下，反而是扩大这样的一个抗议的一个规模，所以再再都是让我们感觉到相当的担忧。那除了这样子人祸的讯息以外，我们看到在天灾方面也是一样，非常的不调和，包括昨天下午在纽西兰也传出，就在南岛的北部就发生了这个规模6.8级的一个强震，而且又属于是浅层地震，只有8公里的一个深度，所以大家都是非常的一个惊慌啊！但是呢，所幸到目前为止没有传出太大的一个伤亡，那慈济人也在第一时间赶紧回报他们是平安的。那现在呢，也在观察，也在收集各方面的讯息，看看有没有需要我们来帮助的地方。所以看到那么多的，不管是天灾人祸，其实上人告诉我们，最重要的还是那份最虔诚的那份心，所以这也就是为什么，为了要让人类天地能够平安，在这个时候，慈济人，尤其是在台湾的慈济人，借着这样一个七月的时候，农历七月，更是用心用力的在大规模的在推动，让大家都能够了解七月，它其实是欢喜月、吉祥月、是孝亲月。所以，我们接下来就来看看，在台中清水，就在今天啊、这个徐亚芬的歌仔戏团，他们也将借由这样的一个佛典故事的一个呈现，让大家能够知道这样的一个道理。而在明天也有父母恩重难报经的一个演绎，所以我们接下来就来看看，在清水净思堂内内外外，慈济人现在是如何在做动员以及菩萨招生。清水净思堂里，徐亚芬歌仔戏剧团正在做最后紧锣密鼓总排练，舞台音控灯光也在做最后测试，而外头慈济志工则是顶着大太阳开宣传车上街。慈济在此邀请您共同来欣赏。港地就是比较乡下的地方，所以说我们会借由用宣传车来宣导说，哎，我们就是有这样子一场的一个歌仔戏的一个剧团来演出。位于清水净思堂入口处的法华坡道，志工们也在挥汗加紧布置，并贴上父母恩重难报经当中的十恩，整条通道庄严美观。这边会有一个整个的一个喷雾，就是让他们进来之后就好像说有这个甘露在洗涤，让洗涤我们的一个烦恼。净思堂三楼，慈青同学们也在为一念之间歌曲演绎加紧排练。清水净思堂上上下下、里里外外，呈现出忙碌但欢喜的气氛，要迎接吉祥月祈福会的到来。我们看到慈济人都是怀着那份的使命，要把这份正信、智信的一个宗教的理念，把它推向到这个社会各个角落。那不只是在中区，我们来看到在北区也是一样。像今天晚上在大安森林公园，今天晚上就有一场大场的吉祥月的祈福会。那为了这场的祈福会的一个筹备呢，也动员了300多名的志工，他们现在也是紧锣密鼓的在进行各项的准备工作。那为了这项工作呢，慈济人也是到这个附近周遭去这个做爱撒跟邀约，那包括来到了这个清真寺，回教的清真寺，或是天主教堂，或是基督教会，也都去跟他们分享我们这样子一个吉祥月那的这些理念跟做法。那他们呢也都听了非常非常的感动，而且相当的认同，尤其是不烧金纸啊，我们要斋戒啊，护生啊，环保救地球啊，其实不论什么样的一个宗教，其实大家发现我们都是
有志一同，大家都是共同的那份爱，不论是这个回教天主教所讲的这个博爱那等等，其实或是慈济所这个提倡的大爱，其实终究都是那份爱。我们接下来就来恭听这段上人的开示。慈济人，他们到处呢把爱呀要带给了人类，在这样的七月是吉祥月哈，所以啊，慈济人开始呢，这么长的时间开始，大家都是呢要宣导的七月吉祥月、孝亲月哈，那日日行孝行善不能等，要戒杀，要正信。所以啊，大家都是天天呐、都街头巷尾啊，那一直一直在宣导。现在呢，都在社区里要举行的这祈祷会。好，看到了台北啊，今天晚上哈、准备呢要在大安公园呐、举行了祈福晚会，他们已经呢到这个附近的哈、这个周围啦，那有教堂，有清净寺，有天主堂，有基督教堂哈、慈济人呐、都一一邀请哦，而且呢跟大家来谈呢宗教的。大家都是呢要为了普天下的平安呐、人人呢来虔诚的祈祷，也讲出了这样的理念：不杀生，不烧金纸哦。所以啊，大家呢都很认同，这都是不分宗教啊。只要人生的宗旨正确，人人呢各种的宗教呢，无不都是教育人人行孝行善，做好事吗？这都是呢任何一个宗教，它能在人世间呢来传道，有拥有很多的信徒，无不都是教孝教善哦，那爱的方向，不管是仁爱、博爱、大爱，都离不开一个爱呀、可是人心假如一偏呐、都利用宗教的名称啊，是造成了呢让人世间的不调和，所以啊。我们应该要很清楚，真正的宗教是净化人心，带动人人的方向正确。我们要彼此感恩，互相尊敬啊，共同呢，就是为了一个爱的能量哦。所以啊，我们要好好的用心哦。的确，一切就是为了一个爱的能量，所以我们一定要好好的来用心。那今天也是一个非常感恩的一个日子，那就是慈济的花莲慈院呢，今天是要庆祝27周年。那在这27周年的一个过程当中，其实有许许多多重要的里程碑，比如说这个从2003年所引进的这个伽马刀的技术，到今年也已经10年了。而在这10年当中，不论是临床或是研究，也服务了这个900多例的这个伽马刀的一个案例。那在这过程中，真的是抢救生命，守护。
健康，也是守护爱。那加码道的技术，它可以是针对脑部里面的肿瘤，不需要进行大型的这种手术，侵入性的一个手术就能够来医治这样的一个肿瘤。因为在脑部里面，我们知道有许多重要的脑组织、血管、神经等等的。那怎么样子才能够让这样的一个这个开刀的一个规模把它降到最低，风险降到最低，那又能够呢把这样一个抗治率提升到最高？那在加码刀这个十年的过程当中，真的是加惠了许多的患者。那在这个大医王这个神外的一个这个苏全发主任的一个带领团队之下，那我们也看到许多感人的一个医病之情。比如说接下来这一位，我们要跟大家介绍的就是陈慧玲。那她呢是一个补习班的老师，那很年轻，30多岁的时候就发现到这个脑部的右前方有一个很大型的肿瘤。那在这个苏主任的帮他一个医治之下呢，这11年当中，他的肿瘤控制得非常的好。我们接下来就来看看接下来这段影带。来准备喽，小手要握住小转盘。陈慧玲，花莲人，一位文理补习班的班主任。11年前，39岁的他突然出现头痛症状。止痛药越吃越重，一天两颗也没办法镇压，持续了一个月左右，在家人的建议下，陈慧玲到花莲慈济医院检查，结果发现右前脑长了一颗拳头大的脑膜瘤，虽然是良性，但因为压迫神经，神经外科主任苏全发为他开刀切除，然而2年后脑膜瘤又长出来，这时候的慧玲不想再开刀了。因为上次出来还有感染，整个脸肿得跟面包一样，很辛苦，还要插管，那很可怕。那我一听到说要传统的，那我就说不要。那一年，2003年，花莲慈院引进加码刀治疗仪器，苏主任建议他尝试新的疗法。陈慧玲虽然没听过、没看过这是什么机器，却毅然同意。他说这个东西没人用过，你敢用吗？我说只要你做，我都敢啊。没关系啊，因为既然大刀都试过了，那他就说那伽马刀你要试试看吗？要试试看吗？我说好啊，反正就试试看嘛，只要不用传统的就好了。我记得我回来好像是下午吧，下午我就进办公厅了，我就开始上班了。那学生问我说老师你去哪里，我就说老师去开会，他们也不知道我去开刀，所以也没有人知道。啊，那个，因为他那个打钉的地方是在额头上，那你有头发盖住，所以完全是看不到的。脑膜瘤虽然长得慢，还是得定期回诊检查。11年来，慧玲做过2次加码刀手术，如果有什么异常状况，慧玲一定乖乖回诊。这次他出现短暂记忆空白的现象，赶紧来找苏主任。我先给你开个药，开一个礼拜。好，不用怕了，你每年来看就好了。如果你不放心，我们半年就可以先看一次啊。我是一个没有背景的平民百姓。那如果平民百姓，你对平民百姓都那么热心的照料我们，那可见你是一个很有爱心的医生。什么是 A？ 好，用大拇哥打一个一，有没有问题？慧玲的工作并不轻松，手术后效果良好，不但没有减少工作量，依然教小朋友珠算、数学等科目。陈慧玲珍惜并且认真过好每一天。11年前如果不是主任的话，应该可能就所谓的挂了。而这11年我也过得很充实啊，该做的我都做了。不过我会想到说有主任在，那应该没有什么问题吧。主任的艺术真的很好，很棒。我们刚刚听到陈老师在分享，他说他自己只是一个平凡的小老百姓，但是今天可以接受到这样的一个最尖端的仪器，还有呢最专业、富有爱心的医疗团队的一个照顾，让他觉得非常非常的这个感动。其实这个就是慈济医疗的理念，其实不分是什么样的一个对象，或是他的背景等等，其实生命是平等，其实那份同样的尊重生命，其实就是我们的这个医疗的一个价值。那不只是服务在台湾的乡亲，甚至是跨国许多跨国的医疗个案也这样子的来到台湾，那我们同样的也是用那份的平等的爱来这个帮他医治。比如说像最近就来自印尼有这位这个梁维汉，那他呢很年轻，才
这个19岁，但是他从出生就罹患了先天性的淋巴水肿，他的右腿非常的肿大，这19年来他就是背着这么一个现在已经是65公斤重的这条腿呢，那这样子的在生活可以说是非常非常的吃力。那他的妈妈也是在这个听闻说在花莲慈济医院的医疗团队在这个方面相当的有经验，相当有专业，所以也这样子的带他的儿子那来到了台湾，那就在这个前几天进行了第一次的手术，顺利的这个切除了45公斤的一个淋巴组织，还必须要等待下一次的一个手术。所以呢，这个我们看到真的就是那份的医疗团队的和和互协。虽然说现在科技发达，医疗的技术在提升是没有错，但是最难能可贵的就是那份的团队之爱，那份一念真诚的爱心。上人在志工早会说，看到医疗团队那份为苦难人来设想、来服务的那一份的这个互为贵人的一个价值跟精神，非常非常的令我们感动。我们来看接下来这段影带。在妈妈和慈济志工的祝福下，6号早上，来自印尼的梁伟汉展开第一次手术。花莲慈济医院整形外科团队先从体积较大的小腿开始切除多余的淋巴组织。这个组织大概估计起来，大小腿是多出了差不多65公斤了，小腿部分大概占2/3，所以是一个比较大的工程。为了让手术更加顺利，术前也做完整评估，在众人合力下，总算让梁伟汉的右脚放进水疗桶，利用水位的落差测量出梁伟汉左脚体积4.5立方公升，而淋巴水肿的右脚则是65立方公升，两脚相差将近15倍。那希望可以两边做一个比较，那之后的话在手术可以大概知道他可以把他的体积减少到最大的范围是多少。医疗团队做足了准备，在手术过程中，整形外科主任李俊达带领6位医师合作接力，随时注意每一项细节，共同成就这项大工程。因为可能会出血比较多，这一点是要比较小心避免病人休克的状况。这次的手术切除了小腿45.5公斤的多余组织，同时也为梁伟汉植皮。等小腿皮肤长好，医疗团队将会再进行第二阶段的大腿手术。我们看到一个年轻人，年轻的生命。那梁伟汉他的这个本来是右腿比左腿呢是大出了这个15倍的一个大小，那也是这个可以说是非常非常的生活是相当的困难。那妈妈也曾经带着他远赴新加坡去求医3次，结果呢都没有办法来医治他的这个病情，所以这次呢来到了台湾，不只是有这么专业的团队医疗团队在照顾他，我们刚看到也听到，光是这个手术就必须要有7名的医生这样子的来帮他做治疗，真的是那份的医疗团队的一个力量。那在软体方面，我们也看到，在这个慈济大学的来自印尼的同学，他们也来到这边，然后用他们的母语，用印尼话跟他对谈，跟他抚慰安抚，生活上帮他打点，也是让他们感觉到非常的感动跟亲切。还有印尼的帮佣也用印尼的这个料理来让这个伟汉呢能够不要那么的想家，所以在都是那份的全人的一个关怀跟照顾，让这个伟汉呢他的心真正能够安定下来。我们接下来就来恭听这段上人的开始。刚刚画面上所看到的，不就是我说感恩这种的仪器的发达，那这妙手妙法妙人医，10年前的伽马刀这样的经过啊，已经超过了900人哦。这个脑瘤啊，能在那样的无痛，不需要开脑哦，就可以呢帮助这样的长了脑瘤的病患啊，真的是一个造福人群，超过了800人嘛。他的优点就是，刚刚我们看到也听到啊，这一位呢，花莲的是第一例的接受伽马刀的哈，这一位女士陈女士哈，那她开始这个脑瘤虽然是良性呢，
可是它会一滴刮起来哈，也不是好，所以呢，开始是接受的传统的开刀，但是两年后又是再长起来了，刚好呢，它也很有福啊，那这个医技在发达中。那我们的大医王的妙手呢，也在精进中哦。所以呀、啊，有了这样的妙手妙法，再加上了这样的仪器结合起来，这是造福人群呐、啊，也已经呢超过900例了啦哦，真的很感恩呐、啊，感恩感动，尤其是呢。看到了从印尼来的这一位象脚的年轻人，他已经那个脚已经开始呢，快快要恢复到了正常人的一只脚，那分成了两次来开哈、哦，那看到了彭医师呢，他还是很感恩呐、啊。感恩，有一群人呐、啊，开了这样的刀，要七位医师哈、哦，那这种不同科的大家呢，都要汇合起来，还不是跟他把挂挂落来呢？里面还有淋巴等等神经，拢总爱过足好的呢。那这都是一个呢很大的开刀哦，那看着这样的年轻人慢慢的可以恢复到了，就是年轻人的哈应有的青春的希望哦，哈，但愿他这个脚恢复了以后呢，他双脚可以走好路、做好事的，增加了这样的人间菩萨啊，看了很多，就这样的为了，因为有了慈济的医疗系统呢，跨国来的重症病患呐、啊，都是这样来解脱了他的身体的苦难，同时建立了心灵的开阔哦，那心开温转啊哈，那福多来呀、啊，这都是造福人间。其实我们的医疗之业呢，就是在医人又病又医心。那其实这个心还是最重要。比如说我们现在看到，在台湾的东南部就有两个热带性气压，那会不会发展成台风？甚至会不会两个热带性气压这样的结合？其实上人告诉我们，我们每天每一个人都要提高警觉，因为呢，会不会形成台风，就是一股气。而这个气，上人说其实就是业，所以其实我们的心要调和，要照顾好，唯有心美，这个世界才有可能很美。所以希望大家把心照顾好，而且要把这份爱的能量持续来带动，希望我们的人间每一天都是一个最美的世界。感恩大家的收看，深深报道，我们下周见。